完成。缺什么刀？养猫。哥。不。全都要，都是我的。胡子换掉。哇，防御率从15变50，这个防御率也差太多了。他耐久度还是有点低。耐久吗？嗯。是不是把鞋子换掉好了？鞋子，嗯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属性可以用啊？看看，给我想的吗？我本来想好要放火化那些的哦。想磁钢，隐形药水要什么？我忘记了。隐形药水，对，隐形药水，忘了。看一下。有夜市啊，隐形药啊，对啊，有要夜市啦，哎呀，怪，隐身，毒蜘蛛眼，先有夜市，然后用毒蜘蛛眼，蜘蛛眼还是发酵，发酵的，哎呦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感谢。可以做幸运金币，鞋子也可以做得更好。对啊，我觉得用幸运金币吸比较快。感谢超级留言，加油啊！我现在是要看有没有其他的防御力也很高的材料。制铁啊，制铁要去暮光森林才有，它防御力有42，还不错。嗯，防御力20、18、39、30、45，恐惧金属，这个我还不能做吧？那个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嘞。恶魔关注，我们现在好像都不能做。夜市药水加毒蜘蛛眼吗？发酵蜘蛛眼吗？发酵蜘蛛眼。灯加金，要做这个吗？看一下它需要几个锭啊？4个锭。如果我要用终极的话，好贵哦。终极金属，我现在是可以做得出来啦。4个，你不是过渡期吗？是啦，算了，再这样就好了，我不要再升上去了。全对，我要做那个，全队成功。我要先做发酵自己，这个，这个，无时无刻都很忙，你们才忙，你们都忙。这里装上去，好。然后青金石他有拿到了，哦哟，有青金石了。谁谁？哎，你怎么装反的？嘿咻，挖掉。这样子，这样好吧。这个，然后药师说：“哦，剩半小时，最后半小时终于可以去练等了。该忙的应该都忙完了，还是去练等了。”原来有 BGM 吗？有啊，我 BGM 开很小声，你们可能有些人听不太到吧。
过滤器，过滤器加上去。是哪一个啊？我找不到哎、欸。什么哪一个？的假效果。的护甲效果。对啊。全钢护具吗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在哪里？你要找什么、啊？就是你刚刚头盔那个夜视的功能。夜视的功能，对，哦、在部件啊。说，你说你有说明书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现在已经弄好了，我现在在找那个按钮。按钮哦，它有一个头部胸甲跟腿部还鞋子吧，你要往下拉，拉到中间一半以下，然后稍微找一下，嗯，这样子，降魂扩充吗？不是，我看一下它叫什么。哦，嗯，护甲部件。那个护甲部件，观众有看到吗？下面不是有个护甲？下面有，这个，这个、嗯、哦，可是没有哦哦哦，要设定什么？好。去练灯喽！等一下，我这不行啦，我自己隐形而已。你自己隐形，工具那些都没有隐形，时装还在。对啊，那你时装要先关掉喽。我去看你，我去看你。好了哈，嗯，所以你时装要脱掉、哦？对啊，眼睛跟头而已吧。嗯，好了，我去你家拿定、嗯。你去拿吧，我要去练等了。好。开启，要不要改成这样子啊？就地上放几面这样，好像可以耶。对啊，之后再改，很棒。嗯，我之后再改。这个隐形根本没用，对啊。所以你吃的里面还插什么？火影珍珠、冰红地带、插铁是不是？插金是不是？金啊。好。你在射我，走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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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来的金来烧，我金好像没剩多少了。对啊，带头颅，你是说凋零哦？嗯，哎呦。那你的铸造盆里面是放哦，没事没事，都是里面的材料，嗯，哎、欸，你就把你只要把对的材料丢进去就好，他们不会糊弄。啊，没有说你铸造盆里面融的这个灰灰的是什么？哦，钢。哦，好。嗯，等喽。哎呦，这一天影片吃拌饭这么咸哦，这么重口味哦，这个意思吗？适合拌饭吗？两块一定。感谢超级留言，继续吓你啊！这次没吓到了，突然。哎呀，可惜，再下一次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是很认真在研究东西，现在就还好了，没有被吓到了。
我回去拿定。射个，射个，射，射，射，再来，再来。我可以直接用铸造盆先装走吗？铸造盆先装走。定，你说喝出来的定吗？可以吧、啊？好好好。跑来跑去，经验是这样耗的。是经验很多，没错啊，也不是这样耗的啊。对啊。这是短工还是长工？短工。糟了，我看到安德了。嗨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我要拿金哦，就是要拿金，我拿到忘记了，又要耗经验哦，又忘记了，我觉得我吃隐性也没救的那一种哎，嗯，感觉下不到，嘿，我看到了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哈哈，来不及。先看到文字了，我看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吓到我。有掉，捡石。哇！不行，卡住卡住。哎呦，带成本过来。小江不要，小江不要，小江不要，小江不要。为什么会有充能合金在里面啊？啊，充能合金？对啊，有啊，因为它是一阶阶升上去的、啊，先有充能，然后再有那个脉冲啊。哦哦哦哦，老了老了。这个合出来，出来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些都用不到。先收进去。模组的东西真的是太多，怪物掉的东西就把身上塞满了。要把自动填装关起来啊，没有宝就自动填装，蛮好用的啊。听到有僵尸的声音在哪里啊？哪里呀、啊？挖矿，滚台后要挖矿，要农资源。总有一天会被吓到，一定有那一天的、啊，只是。只是你要试几次而已啊！对啊，你们就保佑我不要把 YT 聊天室打开，这样就不会被我，这样就不会被吓到了。嗯，除非就是前一秒有退取那边有订阅，我切过去看，然后下一秒你 YT 那个超级留言，我才会吓到。方法都交给你，教你们喽。啊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喽。对啊。不稳定红，太红石还缺什么、啊？终结珍珠哦，对啦，还有一直拿金下去烧，那金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然后金没有了啊。终结珍珠怎么摆啊？摆一圈，中间空，中间的不要摆，就是摆一圈。好，很多的。它其实量很多哎、欸，而且我到那差不多挂了两小时而已。嗯，抖内要抓时机，对啊。你刚好看那抖的时间，刚好是我们转头看聊天室的时候，就不会被吓到了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很认真在聊东西的时候，就会被吓到了。对。
不过无名你抖好多了哦。感觉都可以无条件把你拉进土拨群了。无条件？怎么可能？他每次都抖港币耶、欸。